哦，你买了，谢谢宝贝。
六分之十四点九生效。等于零。嗯。二十七减九，剩下八，等于
六分之十七加三分之五减三又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等于六分之十七加三分之十减去，减六分之十减六乘以三，三六一十八加三。二十一 ，Gosh, what I'm doing here？ 二十七减六等于一，二十七减二十一等于六。三又三分之一加一又四分之三减一又三分之二等于三分之一减三分之二，三分之四，二又三分之四等于一又三分之二加一又四分之三等于。三分之二加四分之三肯定是超过一个，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三等于八加九十七，十七十七一二三又十二分之五。十分之三减六分之一加三又五分之四等于有一点麻烦，十分之乘以二乘以二等于十分之十一，四又十分之一减去六分之一等于三又十分之十三，十分之十一减去六分之一等于哪道题？十分之三减六分之一加三又五分之四，对，等于乘以六乘以六乘以十乘以十。等于三又六十分之六十六减去十，五十六，五十六乘以四等于十五，四一十四等于三又十五分之十四。OK， 二分之五。加一又九分之七加三分之一等于二分之五加一又九分之七乘以三乘以三等于二又九分之一，七二又九分之一七乘以九乘以九乘以二乘以二，五九四十五 ，no， 二分之 ，OK，
那应该只有不太聪明等于二分之五加上二又九分之一等于二又二分之一加上二又九分之一乘以二乘以九等于四又十八分之九加二等于十一。三分之四减去一又十二分之十一减去四分之五乘以三乘以三等于三分之四减去十二分之二十三减十五十二分之二十三减十五剩下八二十三减十五剩下八等于乘以四乘以四三四十二四四十六等于十二分之八等于三分之二一有十二分之十一减去一有四分之三减八分之一一有十二分之十一减去二乘以二一有八分之五等于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三乘以三一减一等于零等于二十四分之二十二减十五七二又三分之一减三分之二加一又五分之四二又三分之一等于一又三分之二加一又五分之四五乘以五乘以三乘以三等于一二十五分之十二加十等于二十五三又十五分之十加十加十二十加十二等于二十二二十二七对了